首先，现在我坐在这个的啊，很好，我现在行了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淼斌，很高兴大家收看我们的 YouTube 或者是我们 Facebook 的这个 video 哈。So 今天在这里呢，我要很隆重向大家介绍我们这一个 Sophie 这边最热卖、最好的一个产品，到底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这一个脚部按摩器，也是我们称它叫 Snow Fit Pro。到底它长怎么样的呢？我们一起来看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呢，现在我把我的脚放进去哦。好，这是因为我今天有穿着这个袜子。当我放进去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我是放到很里面的这个地方。哦，so 这个按摩器的话呢，我们都可以看到它现在是已经开着电源，但是还是需要我们用手去打开它。怎么打开？就只是在中间这个按钮按下去，我们就可以正式使用了。感觉非常的良好，非常的舒服。OK。So, 我来简单介绍一下它的一些功能。你可以看到这边有它的时间，然后呢，我可以讲我要调节它的时间要久或者是要快。那我在这里我按 time， 我按一下，这边你会看到它在闪着的时候，我可以选择我要加的时间或者是减它的时间，每加一次就5分钟。那它闪避完毕之后呢，这个时间自动就会设定好了。然后第二要讲的就是这一个脚部按摩器呢，我们可以调节它的气囊，还有它的这个滚轮。然后我们可以在这边呢，我按这个 Swing， 你可以看到我现在这边它有几个 mode， 有 B01、02跟03。那01的话呢，就是比较轻微的这个的按摩。那如果讲你要很舒适、要很有力的去按摩的话，你可以选择 B03。OK， 然后呢，接下来要讲的就是。如果说我不要这一个的滚轮，我只是要这个气囊按摩我的脚趾，我可以选择只是按这一个的 airbag 按钮。当我按下去之后呢，就只是剩下这一个的气囊在启动罢了。最后呢，就是有提到的这个 heating， 你的脚在按摩的时候就会有热的感觉，可以帮助你的脚部血液的循环哦，所以这个是对人的身体是非常的好的。这个脚部按摩器是非常的棒的，无论在整体上我试到它的力道呢，或者说是它的这一个滚轮的这个按摩方式是非常的棒的。所以如果有兴趣想了解的朋友呢，你们可以前往我们的这一个展示厅来试用，或者是在网络上呢直接可以 PM 我们来了解更多的东西。好，我们的影片呢，今天就到此结束了。所以如果觉得好的朋友呢，记得分享给你的朋友 ，OK， 分享给你的朋友。然后呢 ，like 我们的 Facebook， 订阅我们的这个 YouTube 影片哦。我们还会有更多的影片继续会分享给大家。所以呢，今天这个影片到此结束，再见，拜拜。